前两天陈联会的一张2021年度高端 SUV 销量排行榜，我看了一眼啊，奥迪、宝马、奔驰的三台中型 SUV 依旧雄霸了汽油车的排名前三位，然而紧追其后的你猜是谁？沃尔沃的 XC60 引起了我的强烈注意。在整个行业都非常缺芯片的这个世道里面，35到45万预算争夺汽油车 SUV 市场的这个中产的主流赛道，那么好卖大家到底看中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把奔驰的 GLC 最好卖的那个，以及上升势头最猛的沃尔沃的 XC60 一起拖出来统框一下，看看这个底牌在哪里。说到沃尔沃，你想到什么？豪华车，并且车标自带安全光环。而说到奔驰，你又想到什么？也是豪华车，车标自带那种很有气场的派头。两台车其实辐射的是不重叠的中产精英，但是都属于豪华牌的中坚力量，必然有一个独特气质的标签属于你。先来看沃尔沃，整体的视觉会给我非常舒服从容的感觉。这个雷神之锤的这个眼睛和你中网衔接的比例刚刚好。舒服的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这里的镀铬饰条的很多拐角处都做了优化的圆润处理，就是把整体的视觉效果再往上提一提。XC60 的身板是4.7米多一点，然后身高是1.65米这样子。其实侧面线条非常的一如既往的北欧风，就是那种清晰淡然安静的这种感觉，也在投射出车主自己可能是个低调的实力派。其实车尾也是做了相应的减法，隐藏式的排气，让整个线条看上去更加简洁一点。来看奔驰啊，大标单幅的横条，还有满天星的这个中网造型，就是感觉豪华和运动的那个气息会扑面而来。如果说沃尔沃的 XC60 它的那个车灯走的是一个犀利派的话，那么奔驰的 GLC 明显就是凹造型的那一派。4.76米的车长，1.64米的身高，其实 GLC 看上去会更加的圆润饱满，当然跟 XC60 一样挂的也是19寸的圈。现在是都流行隐藏式的排气吗？这里也是假的，是个装饰，但是奔驰会更加强调肉眼可见的豪华。你看它整个镀铬饰条贯穿起来，这个屁股造型就会更加敦实一点。来看内饰啊，坐进车里的第一感觉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沃尔沃招牌的 Clean Zone 清洁驾驶舱不是盖的。开的这台是2022的新款，其实配置有点升级，12.3英寸的液晶仪表和电子档杆都是成为了标配。这台运气不错，拿了一台高配，用的还是水晶档杆，而这个 Auraforce 的品牌呢是手工水晶制造的。现在光线太强了，如果光线弱影的话，它会有一种光影的效果。这里摸过去，实木的这个纹路手感真的是不错，就是北欧家居风的那种亲切感非常在线。再补充两个小元素，面板这里包括座椅上面都有瑞典的小国旗元素。沃尔沃的车我其实拍过很多次，但这个小心思也是这次才发现的。气氛组吗？新款的车机系统真的进步了很多，原生的安卓系统搭载的是英特尔的芯片，明显速度比以前快很多啊！而且科大讯飞助力的这个语音识别也非常好用。2.86米的轴距，你觉得我这个膝盖和头顶的这个空间感觉如何？相对于友商、奥迪、奔驰，他们都做了加长轴距的助力， XC60 并没有这么做，也其实没有影响到实用性。关键这个天窗好通透啊！坐进奔驰车里的第一印象，家具厂不愧是家具厂，设计还是很在线的，木纹还有镀铬饰条，这个烘托的豪华气质 OK 的。就是呢，车机系统好像老旧了一点，奔驰的很多细节确实处理很到位，比如说空调出风口的这个阻尼感，包括盖板的缓冲的那个时间度，以及这些金属按键全部都是抗敏的，还有座椅的宽大也是奔驰的招牌，豪华在细节是有科学道理。拍的是260的豪华型，但我发现好像音响的牌子有被降级，而且实景导航和行车记录仪也被取消了，改成了投影还有定制的那个导航。我可以要原来的那个配置吗？轴距加长了以后，这个2.97米的空间确实是相当赢好感度的。而且呢，坐奔驰一直是传来已久，是有科学道理的，是因为这个座椅真的很舒服。
XC60 2.0T 的发动机，起步的时候好像感觉不到，是因为48伏的混动的一个加持。当你油门的开头渐渐打开了以后，你会发现8AT 的变速箱跟随的非常好，350牛米的那个扭矩下去的时候，其实在1600转。这里差不多就已经爆发出来了。它动力的随给随到是那种很舒服很听你话的那种，绝不会来抢你的油门的那种撺掇感。我其实一直觉得沃尔沃全系的底盘调教韧劲都非常在线，前双叉后多连杆的这个布局吧，我觉得开起来会更加的从容而且灵活。还有一点啊，就是说它在过像前面那种坎坷路面的时候不会有多余的弹跳，就是在软硬的这个调教适度上面其实做得很好。哇哇，方向盘转向的阻尼力度设定其实比较舒服的那一挂吧，就是低速的时候它非常的轻盈，而车速一旦上来了以后就会变得非常沉稳，会让你有抓在手心里面很安心从容的那种感觉。GLC 2.0T 发动机搭档奔驰自家的 9AT 的变速箱，这套动力系统其实奔驰已经玩得炉火纯青了。370牛米的这个扭矩的爆发，基本上我发现要在1800转左右才爆发出来。其实整个车真的是很城市代步的一个调教，起步不蹿跺，但也不会太快，四平八稳的。而一旦像现在这样跑上了高架路，车速上来了以后，258马力的功率立马就提上来了，其实整个车的行驶品质还是很 OK 的。前后多连杆的底盘悬架调教很厚实，但是比较中规中矩吧。相对来说，我会觉得 XC60 可能从好玩程度、运动程度上来说的话，更比 GLC 多一点吧。我其实看过一份车主的画像报告，沃尔沃的车主里面呢，不乏律师、医生、互联网的高管，就是隐秘的实力派，其实跟 XC60 的气质还挺搭的。但是相对来说呢，奔驰的车主群像里面，就更加外向张扬一点，记者、企业高管等等。其实相同的价格，这两台车 XC60 和 GLC 都非常棒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孰优孰劣这种说法，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哪台车的气质更加适合你，就是最好的。